多年后我才懂，是不可以笑，因为你和这样听他，你跟他是不硬的，他要你哭，虽然挤不出眼泪，也不可以笑，这样子才对呀、啊，这叫菩萨的四摄吧，这样知道哦？哎，要不然你就是变成不慈悲。我们也不是虚伪，而是知道他很苦，你感同身受他的苦，你帮不了他，还是你内心修为里面会有一个，这是虚假的，你何必那么在意呢？你是自讨苦吃嘛，这个不需要这样，你内心会体会懂这一块，对不对？可是他不懂啊，他不懂的状态之下，你会看到他忧愁满面，你不能笑。这样子的了解，这才能度化众生。严禁菩提教育基金会自成立以来，护持佛法不遗余力，为法轮常转正法久住敬邀社会大德发心赞助弘法经费。若蒙捐助善款，请汇邮政划拨账户账号22718807 22718807，户名财团法人严禁菩提教育基金会。严禁菩提教育基金会敬邀您护持弘法，共转法轮。阿弥陀佛。